信仰之于部落，就如同灵魂之于人，而巫女理应是这份信仰的守护者。但再虔诚的守护者也会感到迷茫，尤其是当那位探险家出现在丛林之后。对于魁来说，比起密林的宝藏，更令他着迷的是这里掩藏着的真相。而另一边，新任巫女在成年之夜选择了与前任相同的命运，艰险疑问接踵而至，探寻的道路仿佛是命运的一场玩笑。不知是巧合还是早已注定，真相远比想象的要离奇。毕竟背弃神明的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